absolutely love this song. You better let somebody love you before it's too late. And Desperado, which of course referring to a loner, someone who's traveling by him or herself. And it's, of course, everyone's dream to find a place where you belong, to find your home. But sometimes it takes a little bit of traveling to find the way back home. I think that is the general philosophy for a lot of traveling, I guess, institution or traveling plans in and around Taiwan. And so here we are with an opportunity from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o help you. They, in fact, they will fund you to go on a working holiday come this very summer. And we want to talk about that in just a little bit. Alright, 刚刚这个是老鹰合唱团，其实讲到老鹰合唱团就有一点这个伤感，因为他们的这个主唱 Glenn Frey 最近去世了。But anyway, 这是他们非常有名的一首歌，在1973年的专辑的这个同名歌曲单曲叫做 Desperado， 那么讲的呢就是一个颠沛流离的旅人哦，然后希望能够找到他的归宿。那么其实有人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有时候旅游呢是为了找到回家的路。所以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谈一谈，如果说你们刚毕业然后有计划去国外哦，去一些这个所谓的度假打工的一些计划哦，其实现在呢外交部他们有大力的希望可以帮助大家一起去盘算，一起去计划你们的这些行程哦。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节目上面来的呢是外交部的公众外交协调会的副执行长以及外交部的副发言人，他的英文名字是 Andrew 李宪章。 Hello, welcome to ICRT。Hello, 你好 Jo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So good to have you. 其实这首歌是 Andrew 点的啦，对不对？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Yeah, of course. 那这个点这首歌有点看出你的年纪来了。这个是国家机密来。OK, 所以相信很多这个大学毕业生，哪怕是国高中毕业生，他们都希望能够到国外去看看，去这个增长他们的知识，然后还有他们的这个视野哦。那么现在外交部就是希望积极推动度假打工的计划，那可不可以为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计划的后面的背后的原因和目的呢？好的，最主要度假打工是因为我们这几年政府要推动跟青年有关的一些国际接轨的活动哦。嗯哼。那外交部负责这块是青年度假打工计划，就是目的就要使我们国内这个18岁到30岁或35岁的青年能够到国外去亲身体验哦，进行深度的游学、短期进修也好，或者是透过度假为主、打工为辅的方式啊，能够累积自己人生的经验啊，培养独立自主这些生活的能力跟技能，然后也能够同时间拓展国际视野啊，对，提升自己的国际移动力跟竞争力。嗯，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其实对国家未来的这个成长也是非常重要，就是希望我们的年轻的族群哦，能够到国外多多去看一下以后无论是经济上或政治上要接轨都比较容易哦。好，那么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利用现在这个暑假的时间虽然说台湾的天气也不错，对不对？但是去国外看看也很好。那你们有盘算有哪些国家吗？目前这个计划从民国1994年推动到现在，总共已经有14个国家跟我们已经签署了这个度假打工的协议啊。哦、oh, ，OK。那包括亚太地区是纽西兰、澳洲、日本跟韩国，那还有这个北美地区就是加拿大。嗯、mm-hmm. 啊，好、mm-hmm.。那么欧洲主要我们重兵摆在欧洲了哈、啊，欧洲这个很多的国家，包括像这个德国、英国、mm-hmm. 爱尔兰、比利时、斯洛伐克啊、波兰、匈牙利、奥地利跟捷克、oh, 啊，这几个国家。对 ，OK， 其实这些国家，这个对 ICRT 来说了哈、哦，这些国家最近在暑期的时候都有很多很多这种音乐节、音乐季哦。对，大家在国外不但可以去，然后听听好听的音乐，还可以同时增广见闻哦。是的。那么很多学生们可能会担心说，刚毕业哦，然后可能这个就学贷款就已经很辛苦了，然后都没有存款哦，那没有钱的话怎么办呢？那国家是否啊？听说政府也会提供一些贷款的申请，对不对？有的，对，像教育部哦，他在青年发展署下面，跟台湾的中小企业银行哈、哦、一个合作办理青年海外生活体验的专案贷款。那么只要我们年满20岁到30岁以下啊、哦，这个都可以提出申请。所以你申请的目的，不管你是自助旅行两个月为期的自助旅行也好，或者是一个月的游学，甚至一个月的度假打工啊、哦，你都可以提出来申请。那么申请的额度最多每个人金额不
不会超过12万。 OK OK， 不超过12万，但是你以后将来你还款的时候啊，分成五年来摊还。 OK， 每个月平均以当时以现在目前的利率来算，大概一个月只要还2500块台币就够了。 OK， 哎，对，这是很好的一个第一个不用增加，在不用增加父母亲负担的情况之下，能够用这样的贷款的方式走出第一步这个国际的路。对，我觉得其实这个贷款哦，就我不敢讲说比就学贷款还要这个重要啦，但是真的等同就学贷款的重要性啊，因为你到国外学到的东西可能也很多哈、哦。刚刚说20到30岁之间就可以申请，对不对？申请贷款，对。OK， 好，那么这个这一次的度假打工计划是只要18岁以上35岁以下，我们的外交部都会积极的帮你找到一些不同的资讯哦，然后让你能够在这个申请国外度假打工的、哦、这个计划比较容易，比较轻松哦。那很多在听 ICRT 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可能都是已经在好很乖的学英文哦。如果说有些没有在听 ICRT 朋友，如果说觉得语言能力不够的话呢，如果找不到，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而找不到工作机会的话呢？哦，不会。我想目前我们大概从1993年到现在，台湾年轻朋友到国外从事度假打工，大概有将近20万人了。Oh, really？ 哎，真的，其中有大概15万6千人大概到澳洲、wow. 那么其他大概2万多到3万左右是到其他的13个国家。是、那么澳洲因为它只要本身是从事这种农牧啦、农畜，还有这个跟传统市场或者说超级市场打工的、oh, OK, okay.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虽然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但是你没有很好的语言不代表你不能够出去。对啊、哦，所以你更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到国外去看看，特别是澳洲，它很多从事农畜牧的工作啊、哦，基本上语言的门槛不是那么高。嗯，那如果你到欧洲是以服务业为导向的国家，像英国来讲，譬如说前年我从英国回来啊、哦嗯，我们在那边也有青年度假打工朋友在当地，他们做的很多的工作性质就是以从事贩售业，嗯，特别是在 shopping mall 里面或者是说 outlet 里面做很多名店做这个贩卖名品的工作。 OK, okay. 那这个时候你对跟人的互动就相对较多，你要就交往就比较多，你的语言能力相对要比在去澳洲的要求应该相对更高一点啊。 OK, 就看你还是看你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啦。对 对, 对, 对，不过其实你讲的没有错啊，传统产业的这个工作项目基本上我可以想见都是比手画脚就可以交得出来的。对，你到对采水果大概不太需要跟水果讲英文。没有错。OK, 好，那么有关其他的这个项目，例如说出国度假打工的一些建议还有提醒啊，然后或者是这个海外的保险啊，那出国台湾的健保还是不是要继续保留，或者是在国外如果说遇到这个怎么就是比较不良的雇主，或者是遭到骚扰等不当的待遇啊、哦，其实都可以上网看一下。外交部他们有一个这个网站，也就是 www.youthtaiwan.net， 这个是台湾青年放眼世界，对不对？是的，这个网站上面都可以有很清楚的这个资讯哦。那么最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啦，赶快上网找一下，然后赶快就在趁这个假期的时候就出国去度假打工一下，赚一点外快，然后回到台湾，好慢慢用这样子。是的，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也就是 Andrew， 我们的外交部的公共外交协调会的副执行长，还有外交部的副发言人。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 to ICRT。Well, 谢谢 Joy，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All right, bye bye. Bye. All right, ladies and gentlemen, if you want to go on a working holiday, take your opportunities and enroll for that right now. Apply for that. In fact,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lso will help you apply for, lendings with the banks, or maybe all the information you'll need can be found on the website www.youthtaiwan.net, which is a website that is offered in a couple languages. And in terms of traveling, we have a song right here for you guys. This is Passenger, a song called Fool's Gold. We'll take us into a short break on FM 100.